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康院区的营养师刘一珊。那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项便宜的营养小知识。那这次的一个营养的部分，我们比较针对的是长者，尤其现在我们现在是春天跟夏天的交界的一个时间，气候多变化，尤其最近的一些梅雨季哦，或者是可能一下冷一下热，可能家中的长者可能呼吸道啦，或者说可能在一些食欲上面都不是太好的一个部分。那不过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各位的家属要多多的替长者稍微注意一下饮食的情况。那到底长者要怎么吃会比较好？其实我们可能会一般人会认为说啊，年纪大了我们不想要大鱼大肉哦，或者说觉得吃清淡一点就好。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营养师必须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所谓的清淡哦，所谓的不要大鱼大肉，不是代表说哦都没味道哦，还是都只吃青菜哦，这个是另外一种的营养不均衡的方式。其实身为长者的您，或是说是身为长者的家属的您，更要注意一下，该吃的都还是要好好的吃。那什么叫做好好的吃呢？我们举凡所谓的饭哦、菜、肉哦，所谓的肉呢，不是说一定要吃多大鱼大肉，适量的一些鱼肉哦，或是鸡肉，或是就是各式各样你家您愿意越吃的肉，还是要均衡的一个适量摄取。它里面的一些蛋白质哦，还有一些矿物质、维生素等等，其实在长者的一些肌肉保健哦，或是一些免疫的一个维持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青菜跟水果更是不用讲，里面的一些植化素、纤维哦，或是一些矿物质、维生素，也是可以帮您做抗氧化的一个部分。我相信应该很多的长者都会听到说，我们要好好的保健，要抗氧化哦，不要有一些发炎的一个成分。所以像鱼肉哦，像或是一些蔬果里面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都可以帮助您，让您的那个发炎的反应比较可以获得一个适当的一个抑制，包含说您的免疫的部分也是。那此外更要注意的是说，不要说都不吃油哦，或是说都不要有调味这个也是不行的。其实适量的一些天然的调味品，比如说葱、姜、蒜哦，或是甚至像咖喱、花椒哦、八角等等，其实这些调味料是我们在一些在调味中味道是非常很好的一个搭配品。而且呢，其实在一些研究的一些报告上面也有发现说，其实这些适量的调味品在一些抗氧化或是一些抗发炎的一些角色，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部分。那此外，如果说您真的食欲不佳，你们可以考虑所谓的少量多餐，一餐也许吃不多，可是不要说啊，我这餐实在是不想吃就都不吃，我们还是要定期吃一些营养的东西，均衡的一个部分的状态下，这样子您的营养、您的饮食才会比较均衡，不会说啊，糟糕，我今天又吃不下了，结果造成您越吃越少，营养不足。那不要讲说什么抗发炎还是抗免疫了啊，结果您体力都会不够。所以在此，营养师要提醒您，务必，尤其是春夏的时候，该要吃的、该调味的，还是要好好的吃好的调味。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类的，或是一些油炸、重味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哦。各位新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店更新医院安康院区的骨科江继明医师。那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关于爬山跟跑步是否会造成膝关节的伤害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常常会听到各位生活中常常会听到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常常跑步或是爬山，对膝关节会造成影响。首先我们先应该了解关节炎的病因。所谓的关节炎啊，其实是连接关节两处的软骨造成磨损引起的这个发炎。那为什么会造成磨损呢？是因为我们的关节软骨本身啊，它没有供血，没有血液供应，一旦它受伤之后，关节软骨的细胞没有办法透过血液细胞的输送而达到修复。那长期的磨损下来，软骨会越磨越薄，薄到两块硬骨啊，它碰在一起，然后甚至产生骨刺，最后就变成关节炎了。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爬山或是运动会导致关节炎的成因。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必须了解以下两点啊。第一点，其实会发生关节炎跟运动伤害有关系，是因为第一个，关节结构是否正常。假设你今天是拥有正常的关节，有完整的韧带跟关节软骨的话，其实关节在运动时是不受力的，因为受力的过程是由骨头跟肌肉进行吸收，
关节软骨啊，它仿佛就是一层冰块在另外一块冰块上面滑动，摩擦系数非常小。除非今天是患有骨质疏松症或是肌少症，关节软骨才会受力。这是第一点的说明。第二点，其实关节在运动时容易受伤，是跟关节时受伤，关节运动时的压力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你体重越重或是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的关节软骨就更容易受伤。根据实验研究表明啊，当我们的关节压强超过25兆帕的时候，软骨会发生裂缝，骨细胞会受损。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希望我们的运动或是爬山或是跑步不希望有关节受伤时，必须要架构在两个条件上面。第一个，关节结构必须维持稳定健康；第二个，你必须要在体重在控制在一定的状况下面，你的关节才不会受损。那我们希望的是，如果说今天发生关节炎的现象啊，各位朋友可以先到医院去做关节的检测，然后包含照 X 光以及物理检查上面关节活动角度的测量，去检查关节是否有变形积水。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从事爬山跟运动才会让我们的关节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受伤。以上就是我的说明，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门诊的护理长，我是蔡小琪。那今天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就医的安全五个要领。那其实五个要领当中，看病问题要多发问，然后自己的病情要多关心，检查结果要问仔细，重要的决策要多讨论，然后服用药物要清楚。这五个项目大家看是非常的简单，其实在日常平常看病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多运用。那看病问题多发问这个部分呢，其实在一开始进到诊间的时候，有很多护理师会询问大家的名字，这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检查的时候，大家也会询问你检查的部位，或者是你要手术的位置在哪里，这些对来说都是医护人员重要的资讯。那自己病情要多关心，就是要对自己多了解一些些，然后多提问自己的那个病情啊，解释，然后用药啊，处置跟治疗方针，这些对你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医讯。然后检查结果要仔细，要问仔细的这个部分呢，是其实在说明了，其实检查的结果一出来之后，其实最常问的是这个报告大概多久会出来，或者是我什么时候要回到门诊做持续的追踪，或者是我要做后续的治疗，这些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资讯作为参考。那重要决定要多讨论，这个指的是说医生给了很多的讯息跟很多的决策方针，那重点是要让大家去做一些比较属于自我能够决策的一个部分，那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决策讨论。那服药要清楚的这个部分，在一开始不论是在药局出院的时候，或者是门诊的这个部分，其实药袋上面都清楚了标明的药名、科数、副作用，那这些对大家来说也都是重要的资讯。那当其实拿到药物的时候，不是急忙的回家，而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药袋跟我们的药平时服用的状况，那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是不是这一颗的药，那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立即的反应，而不是事隔了两三天后，然后回到了门诊来说，这个药可能不是我要服用的，那或者是说我回到家发现我的药少了，那其实就会造成大家的那个医病的关系其实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你好，我是那个更新医院的胸腔内科主治医师黄昌明医师。我今天要讲的议题是慢性咳嗽。但咳嗽是本来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那个生理反应，因为咳嗽的时候，我们呼吸道里面如果说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那个咳嗽可以帮呼吸道里面的痰或者是异物可以把它清除掉，也是一个那个自我防卫的功能。然后咳嗽是有时候就是蛮懊恼的，因为有些人就是一直咳嗽，咳嗽到整晚没办法睡觉的时候，我也影响到白天的那个日常生活了。所以那个一般咳嗽我们要找出原因来，要一定要治疗。那咳嗽的话，就是我们有分急性、亚急性跟慢性咳嗽了。特别要叫注意的是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定义就是说，咳嗽3个礼拜以上一直持续没有改善的，叫做慢性咳嗽。因为慢性咳嗽那个背后的话，就是
代表着那个比较复杂的那个健康问题啊，哦，因为那个，因为一般咳嗽原因要找出来，对症下药才可以治疗。那原因的话是很多，就是比如说那个非呼吸道的那个原因，就是包括胃食道逆流，加上那个另外一个是肾脏衰竭啊、心脏衰竭啊，还有肺积水，这些会影响到也会咳嗽。那呼吸道部分是只是鼻涕倒流、气喘，还有慢性那个气管炎，哦，还有那个其他气管扩张症、气喘，还有加上肺肿瘤。这里面比较那个可怕、比较危险的是肺部肿瘤，另外或者是肺癌。因为肺癌的话是很重要，为什么？肺癌就是一直持续那个每年都是在增加的走势。然后那个肺癌本身就是如果发现的话，大部分就是比较晚期，大部分只有四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早期能够诊断出来，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肺癌的就是死亡率是蛮高的，一般它的那个我国里面啊，在台湾里面肺癌的话死亡率就是占那个如果男生的话占第二，如果女生的话是占第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肺癌部分诊断部分是胸部 X 光的话，它有一些死角，哦，就是没办法完全诊断出来。目前有一个新医叫做新的仪器的叫做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它辐射低，也是那个另外加上可以比较小的那个肺部肿瘤可以诊断出来。所以到一般我们那个如果慢性咳嗽的话，不要那个忽视，哦，就是一定要那个找出原因来，那个去早期治疗、早期诊断，哦，然后那个这样才会存活率增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泌尿科医师廖俊厚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夜尿症。什么是夜尿症呢？那一般夜尿症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了之后，在起床的中间你需要起床来尿尿，就是所谓的夜尿症。通常在医学上的定义来讲，你只要晚上起来超过一次以上就算是夜尿症。可是事实上很多人其实晚上都要起来一次啊，所以通常我们在临床上来讲需要起来到两次以上算是比较严重才需要去做治疗。那通常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常常起来四五次甚至六七次都有，那当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评估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去做适当的治疗。那到底怎么样会造成夜尿症呢？通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可以一觉到天亮没什么问题，可是随着年纪增加，荷尔蒙的失调，有时候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晚上尿量就会比较多，特别容易起来。那通常在来我们门诊的病患说晚上起来尿尿的时候，我们会评估，第一个评估他尿尿次数到底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第二个评估他的尿量是多或少，因为晚上起来次数多，有的人他尿很少，他不见得是夜间尿很多，他可能睡眠不好也会。那有些是前列腺肥大、射物腺肥大，排尿不干净，晚上会起来尿尿；有的是膀胱过动症，甚至睡觉前吃到刺激的食物，或来造成这样的夜尿症。那这种的话，其实有时候可以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来做治疗。那第二类呢，是晚上起来尿尿次数多，它不止次数多，尿的量也都非常的多。那这种也通常有两大类，一种是白天尿也多，晚上尿也多。那这个情况下，如果又合并着多吃、多喝、多尿的时候，要小心我们糖尿病的情况，因为糖尿病的病患的话，有时候会吃得多、喝得多，尿量就多。那这个时候最好去抽个血，确认有没有糖尿病。那当你如果说白天尿量不多，就晚上尿特别多的时候，尤其又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有夜间多尿症的情形。那什么叫这样夜间多尿症呢？通常晚上的尿量在年轻的时候只占一整天的大概20%左右，可是当我们晚上的尿量超过一整天尿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话，就是属于夜间多尿症。去想一天尿量如果有2000cc，晚上起来600-700cc，甚至1000cc 以上，就一定要起来尿尿。那这个时候的治疗方式，第一个还是所谓的行为治疗方式，透过睡前少喝水、生活习惯的调整，看能不能改善。当行为治疗无效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药物治疗。那通常这类的药物，因为吃的时候有些年纪大的会有可能的副作用，像血钠过低、头晕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还是要在专科医师的监督下来治疗比较安全。那我想夜尿症是一个很常见的困扰，不过呢，如果透过泌尿科专科医师适当的评估跟治疗，大部分都能够获得改善。那以上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的护理师翁崇峰，今天要跟各位谈一谈有关于槟榔危害的一些知识。那大家知道槟榔有分红灰、白灰、青仔、幼仔，甚至所谓的槟榔籽。那像红灰、白灰，很多人就说，它是可以让我们身体更暖和。那很多人是为了工作的因素，甚至为了要开车更加的专注而去嚼食槟榔。那他们也说槟榔是一个习惯，是戒不掉的。那像槟榔籽本身已经被国际组织证实它是一级的一个致癌物。那嚼槟榔的人，它会让我们的心跳加速，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像慢性病、心血管疾病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十个口腔癌有九个是嚼槟榔的。那大家都知道，口腔癌它好发的一个年龄在台湾的话是25岁到44岁的一个青壮年。那在这个年龄层来讲，他们都属于那个经济的一个支柱。那如果他们生病了，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甚至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那口腔癌的患者，他必须用手术来切除他口腔的一个癌症。那很多的口腔癌的患者，他们因为这个疾病的关系，造成他们的工作甚至在所谓的精神体力上面都是很不方便的，甚至在吃东西甚至日常的生活上面都需要一些训练才可以继续来生活。所以呢，甚至呼吁这些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哥，或者是一些有嚼槟榔的一些大哥们，槟榔不贪薄，那远离嚼槟榔，可以避免口腔癌的发生，那让你们的健康有更多的一个预防。那也呼吁大家真的是减少嚼槟榔的机会，让你的生活可以更加的美好。我们甚至祝福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洽询各地的加医科门诊，或者是牙科，甚至口腔耳鼻喉科的部分，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的社工员，我是于轩。今天要跟大家谈论有关长者预防跌倒的重要性。依据我国卫生福利部的调查，跌倒致死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事故伤害第二名。那跌倒呢，会对长辈带来的生理影响有骨折、撞伤或是并发症，那对心理也会造成对跌倒的恐惧、害怕，进而影响他们的情绪与生活品质。那么要如何预防长者跌倒呢？请记住以下的口诀：居家安全要顾好，户外安全很重要，多多运动练平衡，用药安全有一套，凡事皆要慢慢来，幸福乐龄不跌倒。第一点，居家安全很重要。对于长者来说，家是最常跌倒的地方，因为是常年生活的场所，所以往往容易忽略，比如说散落的电线，或者是堆放的杂物，以及湿滑的浴室。那像这样子的话，要做定期的整理以及整洁，或是增设一些止滑垫，安全扶手。那第二点，户外安全好重要。长者独自外出时，应穿着合适且包脚的运动鞋，切记不要追赶公车。夜间外出时，更应该穿着较亮以及容易反光的衣服，以避免意外的发生。那第三点，多多运动练平衡。长者可以多做一些有关下肢肌力的训练与运动啊，增加强化长者的肌耐力。第四点，用药安全有一套。长者在服药时，应该多多注意药物的副作用，例如说嗜睡、浑身无力等。那如果在服用多种药物时，也应该要注意药物之间是否有无交互作用。最好的方式是与您的医师与药师做讨论，并且根据他们的医嘱去做服药。那最后一点，凡事皆要慢慢来，幸福乐龄不跌倒。在长辈年纪增长的同时，那生理功能呢也会相对的退化，那我们的四肢或者是五感都会不如从前。那我们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慢慢来，不求急，凡事以安全为最优先。更新医院多年以来致力于推广长者预防跌倒，今年在社区也开办了幸福不倒翁保命期防跌的长者防跌课程，那么希望在促进长辈健康的同时，也能达到活药老化、高龄友善的目的，共创营房幸福的生活。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的护理师翁崇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香烟的一个危害的一个分享。那大家知道，香烟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危害。那据专家的一个分析，香烟里面有7000多种的有害成分，那其中的250多种的化学成分，其实都被证实对人体有害，甚至与所谓的癌症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香烟其实里面所含的尼古丁跟焦油，是我们在香烟盒上面可以看到的一些成分，但是其实其他的成分都没有写在里面。那其实香烟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癌症的一个因素，它其实是全身性的，包括会让我们的血管周状的硬化，甚至让发生心脏病甚至癌症的几率更大的增加。在台湾，每25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香烟而死亡，那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死亡率，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很大的一个危害的。那如果说到这边要大家停止吸烟的话，其实大家一定要有千百种理由可以拒绝我。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肺阻塞的一个病人，如果他要他放弃离开呼吸器的日子是不可能的，他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想到这边，其实你们就可以想象，其实生病的一个，因为香烟生病的病人，其实对生活上有很多的一个不方便。那如果很多人想要说我要戒烟，但是因为一些因素，例如说如果有烟瘾的病人，他如果停止吸烟之后，他有很多的不舒服，甚至焦虑、易怒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因为烟瘾造成他无法自拔。那如果你有以下的情形，第一个，你对于完全停止不吸烟没有把握；第二个呢，你对于停止吸烟之后有一些易怒、不舒服、全身性的一个焦虑、紧张的一个症状；第三呢，你曾经因为戒烟而失败过，那你就需要专业的协助。那你可以洽询各地的有关于戒烟门诊，甚至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祝大家及早远离香烟的束缚，过得更健康自在的生活。谢谢。大家好，我是更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林佑化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男人的宿命——射物腺肥大。那根据国外医学的研究文献报道，还有我们亚洲人，不管是日本、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报道，男人在超过40岁以上就开始会出现射物腺良性增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要牵扯到我们的荷尔蒙的问题。男生只要是正常的男性，我们的男性荷尔蒙都会有睾丸制作与分泌。那进入到我们的射物腺转换成一系列的男性荷尔蒙变化之后呢，会促进我们中间的地区，也就是我们男生的良性射物腺的增生。那根据国外与国内的文献研究，50岁以上的病人有18%-20% 的射物腺肥大，但是到60岁以上的男性呢，就会超过有50%的男性有射物腺肥大，超过70岁会有70%，超过80岁会超过80%的男性有射物腺肥大。那什么又叫做男性的射物腺肥大呢？我们的射物腺是位于我们的膀胱与尿道中间的交界处，那中间就是夹着我们的射物腺的尿道。射物腺这个地方，它其实算是只有男生才有的一个器官。那透过这个射物腺的良性增生呢，它会开始挤压中间的射物腺尿道，开始出现男生的一些下泌尿道的症状。那这些下泌尿道症状又包括了什么项目？包括说夜尿、尿不干净、解尿有困难需要处理，或是尿尿有滴滴答答，或是觉得会有频尿，或是觉得尿流数比较小等等。根据国外的国际射物腺尿流数的指引呢，总共有7个项目。这些射物腺的分数呢，7个项目如果把它们做分数统计的话，超过23分就视为是严重的情形，那超过19分就已经是中度严重的情形。所以有这些射物腺肥大的病人，他们久而久之都一定会有下泌尿道的症状。有人就会来我们的门诊询问我们说，这些问题是否需要治疗？答案是需要治疗的。根据国外的研究，如果这些病人没有接受治疗，持续只给予追踪，不给予任何药物或是手术治疗的话，
在长期的追踪下去，超过70岁以上，有3到4成的人膀胱的收缩力最后会下降，甚至最后膀胱没有收缩力，需要长期置放尿管。所以射物腺肥大这个男人的宿命，其实只要超过50岁以上的男性都可能需要有泌尿科的医生进行长期的追踪与治疗。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去追踪与治疗呢？第一个，射物腺肥大的定义就是指射物腺的大小超过 20cc。 如果我们用超音波判断有超过 20cc 的射物腺大小，我们根据病人的症状程度，包括夜尿的程度，包括频尿的程度与解尿困难，还有我们会以尿流速评估每秒钟的尿流速，如果低于 10cc 会高度建议可能需要积极的给予药物或甚至手术治疗。那这些药物的治疗呢，包括说睡前一颗或者早上一颗的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解尿就有大幅度的帮助。但是如果射物腺太大或是症状过度严重，即便服药了改善仍然不佳，我们就会考虑要手术。那手术目前 的方式包括可能大家常常会听到的雷射气化手术、雷射晚除手术、双极射物腺手术或是单极刀的射物腺手术等等，这些方式都可能需要到泌尿科的诊间与泌尿科医师进行沟通与了解，才能做最好的选择与最好的治疗。大家好，我是新店更新医院安康院区的营养师郭树秋。我们今天是要来谈胃食道逆流的营养照护，要减少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我们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就要尽量减少胃消化的负担，或者是减少胃分泌胃酸分泌过多。那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掌握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温和少刺激，那就是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不要太辣、太酸、太油、太甜，或者是会让你胀气的东西。因为辛辣的食物呢，就是会刺激食道黏膜细胞，那太酸的食物会加重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吃那些太辣的，像生辣椒，或者是生大蒜或生洋葱，或者是辣椒咖喱，这些比较辛辣的料理。那么在酸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少吃那些太酸的水果，比方说柠檬、番茄、柳橙、葡萄柚、草莓这些。那高油的食物不好消化，那高糖的甜食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我们尽量呢选择清淡不油腻不太甜的食物或点心。那另外胀气的食物呢会增加我们肚子的压力，所以呢像那些豆类吃了会产气的，或者是气泡类的饮料我们就少喝。那另外那个酒精跟咖啡因的会刺激我们的食道黏膜，又会让下食道括约肌放松，那这样会加重我们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就少喝那一些比方说咖啡啦，或者是浓茶，好，那一类的刺激性的饮料。那我们平常呢如果能够多选择好消化的软质食物，就可以减轻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哦。那第二个原则呢是饮食不过度，我们尽量掌握温和适量的原则，不要吃太撑吃太快。我们平日里呢就尽量节制，能够持守定时定量的原则。那为了减轻胃的负担呢，我们吃东西的速度呢不要太快，尽量提醒自己慢慢吃，而且还要少说话，这样就避免这样可以避免吞太多的空气，里面会太胀。那另外少吃宵夜呢是预防胃食道逆流最基本的原则。那我们在睡前2到3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那如果真的太饿呢，建议您就喝喝一杯的低脂牛奶，而且喝完以后不要马上躺下去睡觉哦。第三个原则呢是舒压放轻松。那如果体重过重肚子太大的呢，我们就减肥，那这样可以减少胃的减少负压。那如果有系腰带的呢，那个腰带不要系得太紧。那平常就是中午吃完饭以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腰带，再趴着睡觉。那平常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尽量可以调高你的枕头，那这样就比较可以避免胃酸逆流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观众朋友有抽烟、喝酒、吃槟榔习惯的，那建议最好能够戒除掉，因为这一些会刺激你的食道黏膜细胞，然后会加重你的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那其实情绪跟压力呢，会也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调适您的压力，放松心情，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不要熬夜。那这样子呢，您的如果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呢，就会改善很多。那或许有的人会说，那这样我不是所有的美食都不能吃了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只要掌握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吃多少的这一些大原则，其实我们很多的美食浅尝也是可以的。好，那如果大家都可以掌握这三个原则呢，相信大家会越来越健康。谢谢大家。